可兰经里面有提到啊，就是这个穆罕默德就告诉这个世人说，真主阿拉有交代啊，我们的人们要了解，要认识，要深入去体验这个所谓的穷人的辛苦，穷人的世界。那穷人就是三餐无以为继，所以你要去体验穷人的生活，要去体验穷人三餐。